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也算是打扰到这边的一些已经往生的灵体，所以我们也有带了一些冥纸，要来给他们拜码头一下。我一直听到好像有走来走去的声音，里面也有人撒金纸。有人在讲，好像有东西碰到了，碰到哪里？我的手。鬼哥，你要先烧那个香啊。有异状是不是？感觉好像还是金爪吧。哦，它这里大到很恐怖哎。这边也都是哦。那边刚才也有声音。我觉得那个谈话声音好像一直在变换位置，是不是故意想要引诱我们过去的？等一下，这边怎么烧那么多东西啊？这里还有地下室，你看这里，哇，下面都水，对啊。啊，你看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更深的地方。嗯。修上。好。车轨迹在亮。要先上去吗？先上去，先上去。好。鬼哥，这种地下室是不是比较容易聚阴啊？那个声音就是在引诱我们下去。先上去。那边我刚看到是以前他们好像都打保龄球的地方。嗯，我们在他的这一个地下室的地方发现有一个保龄球馆。它霉味好重。对。不要摸。不要摸。教头，回来回来。他这里霉味很重。嗯。Abby 好像有点不太舒服。是东西掉下来吗？不知道。先上去，先上去，先上去。靠过来了。先上去。好。断掉了佛珠。
线上计划。那个楼下真的是有够阴的，下去楼下头有点晕晕的。对啊，鬼哥，所以刚才在楼下那个就是他们在靠近，很多，都躲在那种比较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就对了。当然，走啊。要不要走那边？好。小心会滴水。嗯？这也烧太多了吧？嗯。这边是什么？很像酒吧的地方。这边也到处都是符纸。这间应该是唱歌的。嗯。要进去吗？进去看看。小心这个门旁边有玻璃哦。这应该是包厢。教头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嗯。啊，那边都有声音呢。墙壁里面传出来的声音。嗯。这里好像是外面。没错，这边是外面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破口。对。好，走。上去吧。好。上面楼梯是不是那一边？
刚如果看到晒衣架的地方是在那里。啊，我们要再上去。要再上去的话，是要往哪边走？旁边是不是有那个楼梯可以上？刚看到的那个小楼梯。应该是前面那一个。那边可以吧？走，走这里看看。哥，我们现在是上来到他二楼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找寻往楼上的楼梯，因为他这里似乎有一些是房间，就是给房客住的地方。嗯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找，因为他这个里面很像迷宫，超大的，而且真的很阴，这个地方真的太可怕了。而且这栋房子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多小角落。对，像我们现在要走过来的这一个，它就是其中一个小角落，你完全不知道旁边这里进来是什么地方。走过来直接看一下。会不会是厕所？哎，比昂看起来不太舒服。嗯。还可以吗？可以。要不要休息？要。他这边里面的磁场真的很不好。还 OK 哦。嗯。好。是怎样？要这里。刚出现声音。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。叫狗出来。从底下吗？刚刚那边是声道最底下。它好像通往到地下室。就是一个奇怪的格局。嗯，你看，三角形。嗯。走，上楼梯。上楼梯，跳走。好。好像人都没睡了。哎，还有游民在这里住哎。哇，刀子。全部都是武器耶！他写什么？天地数绝，显绝意。难怪这些都修长。怎么了？应该是他在这里修法。做法？修法。你怎么知道他在修法？刚刚沿途进来的时候，地上都是冥纸。嗯。烧过的，没有烧过的一堆。我先问你啊、我们要不要继续拍？要。来，教头。把他刀子通通藏起来，全部。干嘛的？干嘛？还有米。我现在在四处看，因为我怕突然间。好像在这里煮粥哎。这里有一个观音的佛像。它里面有一个观音的佛像。
而且它那个怎么都是螺丝泡油啊？这里啊，它那个是那种金属东西，然后泡油。这一带里面，它绝对修音法。修音法。嗯。螺丝泡油，它就是想要修降头，帽衫降头。包裹藏好了，还有那些都把它装起来。哦，这里好忙啊！它上面是写什么？它上面写字太丑，看不懂是谁写的。应该是后来的人来写的，不过我只看得懂第一句：“天地自觉，显觉意。”走走走，走了，先走，先走先走。而且如果你今天还自己一个人感应的话，你如果不小心正中下怀，我现在开始不要讲话，注意听有没有人的声音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人修的是古术，古术，他那个是古术的口诀，口诀。在这里烧东西。来，小九。我现在很怕那个人随时回来。所以他带一个铜制的那个佛像。在修音法，嗯，鬼哥 ，Abby 好像又在头痛了。还有一个味道，哎，怎么了？坏的还在发出声音呢。旋转梯，好像天台。是不是跟楼上刚才那个有关系啊？他修音法，这边应该很阴。还是那个观音鸟把他拉走。好，我跟鬼哥过去，叫你们在这边等。下面有血迹。鬼哥一把那个观音拿起来，我就在晕了。